先把那个螺丝松掉，把这个螺丝松的间隙就松这么多，然后把激光头插在上面，稍微摆动一下，两边摆动，这样多摆动一下，这里就插进去了，就插到位了。然后把这个再卡紧，这个再插上去。是，还有人。这上面有个螺丝，扭的这上面就 OK 了。最后一步电源线。电源线插好，开机。激光。